空服员大爆料，航空公司没说的秘密。有些人会特别去挑，说：“哎，小姐，我要那个有包装的毛毯，有没有拆封过？”可是其实那也不代表他洗过。空服员不好当，辛酸血泪史告诉你。对，而且我之前遇过客人，就是按服务铃，然后说：“小姐，你可以帮我抓个痒吗？”真的假的？每周五晚间9点，下班经济学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